今年农历年来得比较早，台东县私立木星智能发展中心附设冲头以轻饮食就特别推出了限量福袋，精选了多项在地优质商品，还有庇护工厂学员们所手做的饼干，希望在年节前夕分享在地的好滋味。马卡龙、香檬汁，还有庇护工厂学员用心制作的手工饼干，这些优质的产品在木星智能发展中心附设冲头轻饮食所推出的限量福袋当中，一次就能满足。餐饮啊，也推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大福袋、小福袋的一个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支持木星的牌子啊，也支持我们冲头餐厅在新的年度能够继续为大家服务。大福袋的内容呢，有开心果、牛轧糖，还有香檬汁。葡萄甜菜跟香檬汁，那还有我们台东在地的干贝酱，金明红梨茶是我们独家贩售的明星商品。那么大福袋呢，除了这六件好物之外，还送木星的哈儿们做的手工饼干，心花朵朵开。小福袋的部分呢，我们有开心果、牛轧糖、葡萄甜菜跟香檬汁，那额外的还有就是金明红梨茶跟香檬二选一。小福袋呢，我们还有额外送小朋友、孩子们做的小天使台式马卡龙。为了帮助更多的弱势家庭，台东木星智能发展中心今年特别募集1000份的年菜之外，也由工作人员精心挑选多品项的优质产品，以福袋的方式限量出售。不但能够帮助更多的木星学员之外，更希望透过活动与消费者分享在地的好滋味。谢谢，希望大家都能够帮助冲头餐厅在新的年度帮助木星的哈尔们。谢谢我们这么多的好朋友支持我们，谢谢谢谢。那这些福袋已经开始卖了吗？有限量数量吗？有限量，大福袋呢限量100组，小福袋限量60组，已经开始开卖了，也欢迎大家来预购。他直接到门市来就可以买吗？是，直接到我们冲头餐厅门市，我们有工作人员为大家服务。木星表示，限量福袋将在冲头轻饮食的门市贩售，木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前往认购。记者潘君伟台东市报道。